皮肤长大以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想不想看妮妮长大以后的样子？点个赞，我让你们看一下，超级漂亮。酋长我们都知道，他是妮妮的父亲，他的名字叫做酋长巴拉贡，但是他比较马大哈，他将把妮妮培养成下一任酋长，妮妮会成为比酋长更负责任的一个酋长。准备好了吗，小伙伴们？你们看，这就是妮妮长大以后的样子，有没有发现非常漂亮？评论区中扣出666支持一下。小伙伴们，再给你们看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秋果，你们想不想看呀？告诉我，小伙伴们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嘛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就让你看一下秋果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。我们都知道秋果它属于四季使者，可以操纵四季，并且它非常有责任心，它要拯救家园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看，这就是秋果长大以后的样子，有没有出乎你们的意料呢？下一期你们想看谁长大以后的样子，评论区中告诉我。